大家好，我是王瑞芝，我很高兴又要和大家在第3届台湾长笛嘉年华中见面了。非常荣幸这次能够受邀来做一个讲座，而我的主题是什么？我可能误会放松了。呼吸方式与肌肉运用的和解。是的，一直以来，放松与用力，也就是紧张，一直令人有一种冲突的迷思。其实，真的有这么的冲突化吗？或许这中间有些平衡点，我们是可以抓到的，然后也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，让吹奏长笛有更轻松的感觉。我很高兴能够有这次的机会，和所有的长笛爱好者一起来交换与分享我们长笛吹奏的心得。不要忘了哦，7月2号至7月9号，台湾长笛嘉年华。我的讲座时间是7月2号星期日下午6点，等你哦。